8月7号，成都大运会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，张玉飞再度收割金牌。她最后的两个项目，女子50米自由泳和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，全部夺得金牌。这样，张玉飞在自己报名的9个项目中全部夺得金牌，加冕九金王。飞在本届大运会连续打破纪录，夺得9枚金牌。具体的项目如下：女子50米蝶泳、女子100米自由泳、女子100米蝶泳、女子50米自由泳、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、男女混合4x100米自由泳接力、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、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、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。本届大运会，只要是张雨霏出战的项目，她全部夺冠，报名9个项目拿下9枚金牌，连续打破大运会的记录，是中国队的铁人和劳模，也是最大的赢家。直接把差距拉到了0.01秒。
也是本届大运会表现最好的运动员没有之一。张雨霏还没有得到太多的时间休息，她刚从福冈世锦赛马不停蹄地来到成都。期间，张雨霏多次表示自己都没有睡醒就来参加比赛，一看还打破了记录。虽然张雨霏有些凡尔赛，但是她也有这样的资格。本届大运会只要入水参赛决赛就是金牌，从不让冠军落榜。接下来，张雨霏的最大任务就是备战九月份的杭州亚运会。他家门口作战，力争延续世锦赛和大运会的良好状态，为中国队斩获更多的金牌，升国旗，奏国歌。在福冈圆梦之后，再回头看这些视频，张雨霏说，现在的感觉或许可以用李白的名句描述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张雨霏说自己已经开启了比赛模式，心态也朝着巴黎奥运会去对标。大运会他报了九个项目，我就是为了锻炼自己打多枪的能力，持续作战的能力。明年巴黎奥运会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就知道怎么去应对，而且可以更好的去解决。张雨霏说，有位南非选手经常和他参加一个项目的比赛，还总是相邻的泳道，所以两个人经常聊天。他说他非常想去看大熊猫，我就推荐他去看那只最著名的大熊猫，他叫花花。张雨霏说自己来成都有几个愿望，第一个就是见到花花和他的饲养员谭爷爷，第二个就是吃火锅和串串，但因为运动员不可以随意离村就餐，所以第二个愿望其实不能实现。至于花花，他和教练申请比赛后开放半天假去看一看。成都大运会男子50米蛙泳决赛，秦海洋以26秒53夺得金牌，继世锦赛后再次包揽蛙泳项目50米、100米、200米的三块金牌，获得他本次成都大运会第四枚金牌，轻轻松松成为大运会的四金王。不仅在成都大运会上取得了辉煌战绩，秦海洋在不久前的福冈世锦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中也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。他以2分05秒48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单届世锦赛上包揽男子50米、100米、200米蛙泳全部金牌的选手。这一壮举更是为了他赢得世界新蛙王的称号。秦海洋的出色表现令人瞩目，他在短短13天内包揽了世锦赛和大运会的全部6枚蛙泳金牌，总计拿下了8枚金牌。这样的成绩不仅彰显了他的实力和毅力，也证明了他在世界游泳舞台上的统治力。从日本的福冈到中国的成都，秦海洋在如此密集的赛事中都能保持完美的发挥，展现了真正的冠军风范。他的出色表现使他成为中国游泳的新领军人物，为中国游泳队带来了巨大的荣誉。